觉挺爽的，然后我还拍的还挺带劲儿的。刚开始的话，没有进入那种情绪当中，然后会有一点紧张。然后再摆回一点。不知道这个手放哪里。然后后来一旦进入到就是摄影师想要的那种情绪当中，其实挺放松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展示自我的那种状态吧。